和温家宝总理他们在大厅的运行的也是这种路线，大家留意后方你的后右侧，大家能看到那什么像那种两个人民币的符号，直接把美元包围起来，就是中国人摆下了贫穷落后的帽子，他们拍的意思也是中国人兜里都有钱了，你能看到吗？右侧那个后右侧有两个人民币符号，杨角号，直接把美元包围起来的，就是中国人摆下了贫穷。 其实你应该给那个拍一张照片，能看到你的右手，他在向大家招式着，也是欢迎大家的到来，也是欢迎大家的离去。你的右手有一个右手的造型。他们讲的人生是一个漫漫的旅途，就是说漫漫人生路是一个旅程。如果要是旅游时代广场，我会完整的把时代广场这一页翻给大家的。 今天端午节吧，他们讲踏青的。今天你是我本车是最幸运的一个客人了。假如要是人不满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始终在我车上坐着，始终听我这种不厌其烦的给你介绍时代广场你家乡的美景。 能看到吗？你的右侧有那种金元宝的造型，它是那种黄金图标。你的左侧是那种古城墙的造型，它在向世人述说着中国历朝历代就是那种农业大国，两件事是皇帝所关心的，一个是经济发展，一个是安定团结。就像每个人也是应该这样，每个家庭也是这样。 抓经济和抓稳定，抓开心快乐是同样重要的。能看到那花吧？ 他是做那个菠萝的花，跟有一次一个客人说那花挺芳香的，我先生错了，他是个男客人。我说这位贵宾，其实你没留意，你身旁的女士也是那么漂亮，也是那么芳香，只不过你没有留意。大家能感觉到时代的气息哈，不知不觉中就走入了。 广场挺漂亮啊，漂亮，对，这么大一个休闲广场。来，十块钱一位。
来听歌，请欣赏马子玉演唱的《男子汉去飞行》，戴玉强带出的《你是这样的人》，单秀荣演唱的《猜花》。什么？晚了吗？